在第三段、第四段里，作者进一步的介绍了这个训练大象过程中一些细节化的东西。咱们来看第三段，先看第三段的第一句话，看屏幕。他说 ：“The most economical age to capture an elephant for training is between 15 and 20 years, for it is then almost ready to undertake heavy work and can begin to earn its keep straight away.”这个前面白颜色的依然是句子的主句啊，逗号之前是主句。那么主语是 the most economical age， 最省钱的这个年龄。economical 可是经济的、节约的、省钱的。这个经济的不是表示经济政策那个经济，就是节约省钱，买的东西很经济，就很划算的意思啊。如果真正表示一个国家的经济的，那是用 economic， 后面没有这个 al， economical 是节约的、省钱的。但是名词都是 economy 既表示一个国家的经济，又可以表示这个节约省钱啊。但强调省钱的形容词是 economical， 最省钱的这个年纪，什么年纪呢？这个带下划线的前提词是后置根语，就是抓大象来训练的最省钱的年纪，最节约最省钱是什么呢？大概在15岁到24岁期间，大象据说年龄的比人还要长，有能活100岁的啊。15到20左右，这个抓住的大象最划算、最省钱。为什么呢 ？For 到句末是一个原因状语从句，因为怎么样 ？It 就指这个大象了。It is then 是副词那时，大象在那时就15到20岁的时候呢，怎么样呢？它几乎啊，可以马上就开始这个承担重体力劳动了。这个 be ready to do 不一定是准备好，就是翻译成可以了，就是各个方面这个状态可以了，马上几乎马上可以。Undertake 是承担嘛，对吧？承担这个重体力工作了，并且 and 怎么样？并且可以这个 can 它主语还是 it 嘛，并且可以呢，开始这个很快的赚回它的成本了，就是 earn one's keep 固定搭配，这个 keep 就是它的这个什么住宿啊，什么吃饭喝水这个成本，就是这个人的食宿费，或者是他的生活费这个意思啊。可以把他生活费立刻能赚回来了，就是马上就回本了啊！因为养大象，他吃的多呀，能吃啊，对吧？这一天吃多少东西？但是这个他能干，马上把这个成本能赚回来。Straight away 就是 right away 或者 immediately at once 立即、立刻、马上啊！好，这句话中也有些小的细节，咱们看一看。首先就是这个almost ready to， 而且这个 ready 不一定凡是准备好去做，那并不是那时几乎准备好去做工作，就是可以。各方面条件适合，已经可以这么做了。Be ready to do something， 直接翻译可以。这个可以强调各个方面条件已经成熟了，可以来做这个事了。我们也是看一些简单例子，注意这个 be ready to do 的翻译。比如说 ，The contract will be ready to sign in 2 weeks。这个合同2周之后就可以签署了。In 2 weeks 是过2周，不是2周之内。2周之内应该是 within 2 weeks 或者 under 2 weeks， 这个 in 表示经过这么长时间，那2周之后这合同呢就可以签署了，就各方面已经成熟了，可以签署了就可以。那再比如说 The computer is now set up and ready to use， 这个电脑已经设置好了并且可以使用了。 Be ready to use， Be ready to do 就可以怎么样，就各方面条件成熟了。本文中也是可以，几乎可以怎么样呢？Undertake 是承担一个任务、一个工作等等，承担繁重的工作 ，heavy work。这个 work 当工作来讲，在这是不可数名词，并且可以怎么样呢？就马上可以赚回它的养活它的成本了。这个 keep 注意当名词的翻译 ，keep 首先注意在这是个不可数名词 ，uncountable 不可数。The cost of providing food and a home for someone 就是为某人，当然在这儿喂大象了，对，他的这个食物和住所所这个要花的开销，就是我们常说生活费嘛，吃东西、喝水、住宿，对吧？你这得掏钱，这生活费用叫 keep， 注意不可数名词，甭管是几个人都是不可数的。那比如说 ，We only need 2 rooms and our keep， 我们现在仅仅需要呢2个房间，还有我们的生活费。keep 在这儿不可数名词。就是要活着要花的钱，生活费。再看本文中的搭配，叫 earn somebody's keep， 很简单，就赚回自己的生活费。本文中呢，就是赚回这养大象的这个成本。大象能干体力活，能赚钱了，赚回生活费。
同样，咱们看几个例子。It's time you got a job and started earning your keep. It's time, 这固定句型后面往往用虚拟器，就是用一般过去式，就是到了做某事的时候了，甚至早该做某事了。那你现在应该找个活，并且开始赚回自己生活费了。那下面我们就看看本文中出现这个搭配，叫赚回了生活费，叫 earn somebody's keep。前面不是 keep 生活费吗？把生活费给赚回来了。本文中就是大象能干体力活了，洋相的成本能赚回来。咱们看一些例子，比如说 ，It's time you got a job and started earning your keep. It's time 这固定句型在三册讲过。It's time 后面的从句中，咱们用一般过去式是虚拟器，表示应该到了做某事的时候了，但并不是一般过去的意思，就是你还没有做，但应该做了，这是虚拟器啊。你是时候怎么样呢？找份工作，并且开始赚回你的生活费了。这 earn one's keep， 那么有的时候做比喻也行。咱们看这句话怎么翻译。Does that old car still earn its keep？ 这个老汽车还值不值得开呢？就老汽车还能不能赚回它的这个养车的成本？就养车的修理呀，得有油啊，等等等等。如果这车都赚不回成本的话，这车扔了就得了，还能不能赚回？养车的成本就是 earn somebody's keep， 这个意思。那本文中说呢，可以承担重工作，并且可以马上赚回成本。Straight away 就是 immediately， 就是立刻马上，也可以用什么 right away、 at once 等等都可以，立即立刻马上。比如说 ，They can't pay me straight away， 他们不能马上付钱，给我付款啊。I knew straight away it was a bad injury。我立刻就知道这伤得够重的，这是立即立刻马上，这是 straight away。 好，下面接着看我们第三段的第二句，请看屏幕。他说 But animals of this age do not easily become subservient to man, and a very firm hand must be employed in the early stages。 他说但是啊，这个15到20岁呢，抓来大象倒省钱了，但问题是这个年纪大了之后他不好去训。But animals of this age， 后置定语，就这个年纪的大象，这是紧接着上一句话嘛，15到20嘛，怎么样呢？ Do not easily become subservient to man， 不大容易对人类很温顺。 Be subservient 加介词 to， 生词中讲了这个 man 不是男人，是人类，比如人类不可数名词。 And 引出并列句，并怎么样？ A very firm hand must be employed， 就是必须要雇佣一个强有力的这么一个老手。在什么时候呢？In the early stages， 这是时间状语，在早期阶段，就是刚刚驯象不久，必须要雇一个老手。这个 hand 在这儿表示有经验的老手，不是人，就类似于中文中老手，并不是一只手了，就是指的这个人，有经验的老手，就这个意思。好，这个用的是被动，为什么呢？就必须雇佣一个有经验的、强有力的这么一个老手。必须雇佣，咱们中文中没有主语，谁雇佣不知道。所以呢，我们这用的是被动，一个有经验的老手必须被雇佣。因为中文中句子没有主语，一般在英语中咱们可以采取这个被动，就用宾语当主语，那就好了。好，下面咱们看看里面的一些小的细节。在这里面主要我们看看这个里面的 hand， 对吧？一个强有力的老手必须被雇佣，中文中叫这个主动，因为中文句子可没有主语嘛，必须雇佣一个老手。注意这个 hand 表示 a person skilled in a particular action or pursuit， 在某个行动或某个这个方面某个领域技术很好的人，就某个方面的能手。这个 hand 不是这个真的手，指能手，跟中文的能手一样吗？能手并不是手，是人吗？咱们看几个例子。 He's a good hand with a gun， 这人使枪是一把好手，对吧？这是指这个人吗？再比如说She was a fabulous hand at embroidery. Embroidery 刺绣了，这个女人绣花是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能手，能工巧匠。Fabulous 棒极了的这个能手，可以这么说。Embroidery 绣花刺绣。再比如说 ，It was easy to see that he was an old hand at a job. 很容易能看到他在这个工作方面是一个老手了，经验丰富。所以这个 hand 表示某个方面的能手， firm 强有力的，一个强有力的这个老手能手，必须被雇佣，
周文忠翻译成主动，必须雇用一个这个老手，这个无龄，这个无主句，英语中被动。然后呢，在早期阶段，就刚刚驯象的时候，必须有限的老手，强有力的老手才能驾驭得了这种桀骜不驯的大象。下面看第三句话，接着看屏幕。他说 ：“The captive elephant, still roped to a tree, plunges and screams every time a man approaches, and for several days will probably refuse all food through anger and fear.” 他说：“这个被捕获的大象 ，captive 可以表示俘虏、被捕获的动物，也可以当形容词来用，叫被捕获的。那在这就是被捕获的大象。”然后 still roped to a tree 这两个逗号之间可以看到一个插入语补充说明，依然被绑到了树上，这个 rope 是过去分词，被绑到树上，用绳子捆到树上，怎么样呢？猛冲并且尖叫，这是它的谓语动词了、然后呢，时间重点是 every time a man approaches， 每当一个人向他接近的时候，这象害怕，就是要么就猛冲，要么是尖叫。这个 every time 你既可以把它看作是后面跟了一个定语从句来修饰它，相当于every time when a man approaches， 也可以把 every time 看作连词，引导时间状语从句。这两种这个解释语法书都有、都算对，都可以。就每当一个人接近时，又是猛冲又是尖叫，并且 and 引出并列连词 for several days， 也连续好几天，时间状语怎么样呢？他们这个可能啊拒绝所有的食物，就一直都不吃东西。后面 through anger and fear 是原因状语，因为什么呢？因为气氛还有恐惧。 through也可以表示原因，这介词相当灵活， through 在这是原因。这个我们在这里面看一些重点需要看的词，第一个就是 plunge， 这个 plunge 表示猛冲或者猛的跌落或猛的跳下去，表示这个意思。咱们一般可以用动词 plunge， 这在三册的第十课最早就见过。那比如说它表示什么呢？ to move, fall or be thrown suddenly forward or downwards， 就是移动或者掉落，或者被扔出去、甩出去，突然间，要不向前，要不向下，就猛冲或突然落下、突然跌落、突然跳下都行，要么往前，要么往下，都可以。就这时候可以用 plunge 这个词啊。咱们看几个例子，比如说 ，he plunged forward， he plunged towards the door and wrenched open。他猛地冲向了门那里，并且一把把门就打开了。run 用力的拉拽牛，就是他冲向了门，这是往前冲了，猛冲向门那里，用力把门打开，这是往前冲。再比如说 She lost her balance and plunged 100 feet to her death， 这女孩子很不幸失去了平衡，并且猛地坠落了100英尺死了。 to one's death 到最后结果死了，这是猛的前冲或猛的落下，猛地跳进去也行。咱们回顾一下三册的这个第十课《泰坦尼克号的沉没》。The order to abandon ship was given, and hundreds of people plunged into the icy water. 那么，弃船的命令被发布出来，并且数以百计的人纵身跳入了冰冷的水中。这个 plunge 是猛地跳进去，所以猛冲或猛地坠落、猛地跳入可以用动词 plunge。在这儿呢，在平地上，当然猛冲了，大象。往前冲或者尖叫，每当一个人靠近时就大声尖叫或者往前冲，人家好几天呢因为这个恐惧和这个愤怒而拒绝所有的食物。这个 through 在这依然是强调原因，介词相当于 because of， 因为或由于。比如说 we missed the plane through being held up on the motorway， 我们因为在高速公路上耽搁了，所以误了飞机。 through 在这因为或由于。 motorway 英联邦国家是表示高速公路，在美国可以叫 freeway 或 expressway， 这个参考三册的44课老师讲过。那 be held up 是被耽搁了，在这有延迟，那因为高速公路堵车耽搁了，所以误了火车，这因为。那再比如说 the vase was broken through carelessness， 因为马虎大意，所以这个花瓶被打碎了，被碎了，被打碎了。那这个 vase， 当然英国人会读成 vase 或者 vase， 有点像中文中 vase 啊。这个在美式发音读成 vase 或者 vase， 这么一个在三册第六课讲过。这个花瓶被打碎，为什么？因为马虎大意，因为疏忽。这是 through 强调原因。本文中就是因为愤怒和恐惧
哎，连续好几天不吃东西，然后后面再进一步看，看屏幕。Sometimes a tame elephant is tethered nearby to give the wild one confidence, and in most cases, the captive gradually quietens down and begins to accept its food. 它有的时候怎么样？这个动物开始慢慢吃东西呢？平静下来呢？有的时候啊 ，tame 就是已经驯化了的。温顺的啊，这个驯服的、啊、有的是一个驯服的大象呢 tether 是把动物拴在木桩上，拴在树上、啊、被拴在附近 nearby 是副词附近、啊、然后目的状语 to give the wild one confidence 只是目的状语，动词不能是，就是目的是什么呢？给这个野生的大象以信心，就是你看我们这不是大象生活的挺好的吗，对不对？你看你不闹唤，吃的饱饱的，比你还胖呢，对吧？给他信心、啊、and 引出病的句In most cases, 大多数情况下怎么样 ?The captive, 就是那只被捕获的象。Captive, 不但可以做形容词，刚才老师说了一个做名词，叫俘虏或者被俘获的被抓住的动物。再说就是那只被抓住大象 ,gradually 逐渐的 quietens down, 就逐渐安静起来 ,quieten, 用在英联邦国家多一些，就平静 ,quieten down, 就平静下来嘛。并且怎么样呢，开始进食了，开始接受食物了，可以吃东西了就好了。这里面有一些表达咱们看一看，首先看一下这个 tame 表示驯化的啊，当然不能指人了，一般咱们指动物驯化的。 A tame animal or bird is not wild any longer because it has been trained to live with people. 一个 tame 这样的来修饰的这个动物或者鸟不再这个野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被训练与人生活在一块了，也不怕人了，就驯化的，这个叫 tame。 另外刚才那个 is tethered nearby， tethered 咱们三侧的16克玛丽有头小羔羊，我们讲过类似于那个 tie， 把动物拴住、啊、这个它表示 to tie an animal to a post so that it can only move around within a limited area， 这个把一个动物呢把它捆到或拴到一个木桩上以便于呢它仅仅能够在限定的范围之内来移动，它不会跑得太远，就把动物拴住，这叫 tether。 我们看看搭配 he tethered his horse to a tree， 一般是跟介词 to 搭配，跟这个 tie 的搭配一样， tie 什么什么 to 也行，他把马拴到了一棵树上。所以有的时候一个驯服的大象被拴在附近给野生大象信息，并且大多数情况下呢，这个被俘获的大象渐渐就平静下来。这个 quieten 也是一个生词，在这表示平静些、安静些，或者及物动词叫使平静下来啊。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quieten， 就是 to become calmer and less noisy or active， 变得平静一些，变得不那么这吵吵嚷嚷，不那么兴奋了，并且呢，或者使某人某个东西来做这个事，既可以表示本身平静，也可以表示使平静些、使安静些都行。咱们看一些例子，先看及物动词 ，quieten a screaming baby， 让一个大声尖叫、大声哭叫的这个孩子平静下来，不哭了，不哭了，宝贝儿，哎，让他平静下来，安静下来，哎，可以这么说，这是及物动词，使平静些。主语本身平静也行，比如说，the chatter gradually quietened， chatter 就叽叽喳喳的说些这个说话的声音，就谈笑声，叽喳的声音慢慢平静下来，这是。不及物，及物不及物都行。那么还可以用常见搭配，就本文中的 quieten down， quieten down 就类似我们说平静下来呗，加个 down 副词就下来了呗，平静下来。quieten down and get ready for bed， 安静点，安静点，安静下来，快点睡觉去吧，别再吵吵了。quieten 有这个意思。本文中就说这个被俘获的大象慢慢的平静下来，并且开始接受食物了。那么下面吃东西之后该怎么去训练呢？在第五句进一步介绍下面一步该怎么办。The next stage is to get the elephant to the training establishment, a ticklish business which is achieved with the aid of two tame elephants rope to the captive on either side. 那么下一步 the next stage 是主语，然后 be 动词这是 is， 然后后面这个 to get the elephant to the training establishment当然是表语，依然是动词不定式做表语，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动词不定式做表语，
在前面没有出现实义动词 do 的时候，后面必须加 to， 用动词不定式表示要去做的事，下一步是要去做嘛，对，是 get 可以表示把某人弄到某个地方，尤其强的比较费力的把某人某个东西弄到这个地方来。本文中用的恰如其分，是把这个大象把它弄到呢训练场。这个 establish， 这个是动词 ，establishment 是名词，它不但可以表示成立、建立，也可以表示什么公司啊、一个机构啊，或者它的场所、场地，在这训练场。然后呢，后面说这可不是一个非常很轻松的事儿。A ticklish business， 一直到就是前面这个动词不定式，它的同位语，就是把这个大象弄到训练场，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棘手的难办的这么一个事。 ticklish 表示这困难的、不好处理的、容易引起麻烦的，叫 ticklish。 本来这个 tickle 表示痒的、怕痒的，这说明这个是这个问题很敏感，它不好处理，叫 ticklish。 一个不好处理的事， business 表示事， business 表示具体某一个事，它一般可以做通称词，要处理的事。如果做可数名词呢，一般多表示不好的事、困难的事啊、难以处理的事、棘手的事，一般有不好的含义。所以它不可数或者可数一般也只用于单数，放在形容词后面表示一个不好的事。这个一会儿会讲那个词儿。然后后面画横线的是定语从句修饰这个 business。怎么样呢？这个是怎么来实现这个事，怎么完成这个棘手的问题呢？是有两个驯化大象的帮助， with the aid， aid 就是 help 或者 assistance 帮助。是什么驯化大象？ Rope to the captive on either side， 就是这两个大象分别在被这个野大象的一边、两边、这个每一边都用绳子的捆住，这个捆在这个被捕获的大象身上，就是两个驯化的大象用绳子一左一右在两边跟这个捕获大象捆在一块，要不人弄不住这个象啊，要驯化的大象来驯化他们的同类，就这个意思。这个 rope to the captive on either side。可以看作后置定语修饰这个驯化的大象，被绑到了这个捕获大象每一边被绑到上面的两头驯化大象，是这个意思。这句话中重点不少。首先我们看，别看一个小词啊，为什么咱们用 get？ 大家自己写作文未必能想到用这个小词 get。词越小越灵活，不好理解。那什么叫 get 呢 ？Get here means to make something or somebody move to a different place or position, especially with some difficulty。就是把某个东西或某个人把它移动到一个不同的地方或不同的位置，尤其强调比较困难、比较费力。把这大象不听话的这个野象弄到训练场，哪那么容易啊？把它弄到那个地方，类似弄到那儿去，弄那儿去，类似。那咱们看一下例子，比如说 ，I couldn't get the disk out of the computer。哎呀，这光盘呢，我这盘呢，我从电脑上拿不出来了，卡住了。你看，把它弄出来，弄不出来了，把它弄出来，你看。这是比较费力的。再比如说 Could you help me get the wardrobe up the stairs? 能不能帮我把这衣橱弄到楼上去，弄到楼上去，抬到上面去，费力吗？困难吗？对吧？弄上去类似弄那个字。再比如说 We must get food and emergency aid into the area as quickly as possible. 我们必须尽快的把食物和那些这个紧急情况的这个帮助的东西尽快送到这个地方，越快越好，把它弄到那个地方去，说明现在很棘手，如何尽快的弄去比较麻烦。是把某个东西弄到某个地方去，用动词 get。 本文中非常传神，就是把这个被捕获大象弄到哪儿去呢？弄到训练场去。这个 establishment 注意在这不是成立建立，而是公司机构或它的场地。在这是可数名词，表示 a business or other organizationor the place where it operates， 一个公司或者其他机构或者是他经营的这个场所，在这训练场所嘛，训练场，这是 establishment。 我们也是看一些例子，比如说 a 或者是 an educational establishment， 一个教育机构。 a financial establishment， 一个金融的机构或者金融公司，或者是 a religious establishment， 一个宗教机构公司或者是机构，或者是指这个地方这个场所也行。再比如说 A top class training establishment， 一个顶级的这个训练或者是培训机构，这是我们机构公司或者它的场所，在这儿是训练场。
那么把这个大象弄到训练场，这可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处理的这么一个事儿，这可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这个 ticklish， 它的本意表示 sensitive to tickling， 怕痒的，它来自 tickle 做动词就痒的意思，对吧？我们读一下这个词 ticklish， 动词就是 tickle， t i c k l e， ticklish 就怕痒的，那怕痒的，比如说 I'm terribly ticklish， 哎呀我特别怕痒，不要挠我嘛，怕痒的。那本文中是派生意，就是什么呢？就是难解决的，需仔细小心处理的，就这个问题的怕痒，动不动的一动到，它很敏感，对，所以难处理，棘手，需要小心处理的。什么意思呢？ A ticklish problem, situation or task is difficult and needs to be dealt with carefully， 就这么一个解释。一个 ticklish problem 或者是一个问题或者情况或者这么一个任务怎么样呢？它很困难，并且需要小心仔细的去处理去应对，叫难解决的，需要小心处理的，叫 ticklish。 那同样咱们也看一些例子，看一些例子，就是问题怕痒，对不对？ A ticklish question， 一个难解决的一个问题，需要谨慎小心处理的问题。 In a ticklish situation， 就处境比较敏感，处境比较这个困难，比较尴尬，不好处理，这个处境很困难很难处理，就这个意思。那本文中这是个棘手的事儿。这个 business 注意表示事儿，它有两个用法。第一个是通称词，不可数名词。注意business 好多意思啊，表示公司啊，什么商业啊，生意买卖等等等等。它表示事儿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 things that need to be done or discussed， 需要做或需要讨论的事儿，它可以当 uncountable， 不可数名词，就需要去做或需要讨论的事情。也没有感情色彩。来回顾一下 ,okay,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好了，现在我们开始谈正事吧。 Get down to 就开始认真严肃的去做某事，还记得吗？这在我们第五课 Youth 青年那课书咱们讲过。我们现在开始谈正事吧，那事情需要讨论的事情。那还有我们常说的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这新概念二册的第一课就讲过，不关你的事， None of your business 不是 businesses， 不可数名词。那么在本文中呢，显然是可数名词。可数名词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也是事，而且只用于 singular， 只用于单数，而且 usually with an adjective， 通常与形容词连用，就用形容词修饰， are often derogative， derog 加个省略符就表示这是 derogative， 这是通常做贬义了。 a matter， an event or situation， 一个事情，一个情况，一个事件，而且一般都是表示不好的意思，一般用形容词修饰，而且注意只用于单数。本文中 a ticklish business 就是一个难处理的事，包括单复数的变化，包括感情色彩，用的都对。咱们再多看几个例子。Arranging a trip abroad is a time-consuming business。安排一个海外的旅行，这是相当费力、费时间的这么一个事，不好去处理。Time-consuming 叫费时的，咱们的28课病人和医生讲过，对吧？那么 space-consuming 叫占地方的。什么什么 energy consuming 等等等等 effort consuming 就费力的等等等等，这是很费时的这么一个事，不好处理吗？贬义词吗？对吧？再比方说 These killings are a dreadful business， 这些杀戮真是个可怕的事件。 dreadful 令人恐惧的可怕的事，也是贬义词，注意用单数。那再比如说 That plane crash was an awful business， 这次飞机的坠毁简直是个糟透的这么一个事。你看，表示这么一个事儿，用于单数，而且用形容词限定，一般都是贬义的色彩。英语中词法之精准，确实是写作中一个可以说最高的难点之一了。这个确实需要平时打好基本功。本文中这个地方只是咱们学习一个标杆，用的相当准确。那这是一个棘手的事儿，怎么样呢 ？Which is achieved with the aid of two tame elephants， 是由两个驯化的大象的帮助，并且怎么样呢？这个两只驯化大象各绑在这个被捕获的大象的每一边。好，这是我们看到41课的第三段，跟老师就看到这里。